那我记得这也是台北市处跟关务署基隆关呐合作啊一个破获的一个毒品的记者，那今天也是再一次的跟我们海关的同仁合作，在邢检察长还有黄主任检察官、詹检察官的指挥之下，所有的缉毒团队合作一个最好的一个典范啊！我要恭喜大家努力的成果，这也是我们刘处长上任以后啊的第一炮啊，打得很响，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带领我们所有的同仁继续创佳绩，能够把我们的毒品啊消弭在境外。